复仇即是寒冷，处理高山的我并不需要。我操！闪现点燃 A 招，没砸到。干哈呢？谢谢加冕的飞机儿。再给我打一场。哼，来吃个药来。哦哦哦，扎插眼平 A， 平 A 往前走，吃饼干扎，哎呀，扎歪了。别着急啊，咱攒个被动，殴他一波。来，来一个兵，打不了。哦哦哦，扎。扎一下，你好骚啊你！踩住，哎呀，这怎么来人了呢？还哎呀，不讲武德！谢谢闪现疾跑加人头的飞机。那斗鱼时光机搁哪看呢？斗鱼时光机漂亮，剑圣也被瞎当了。抠哥，抠是能蓄力的，我知道能蓄力。兄弟，世界在动，那抠能蓄力，我还能不知道吗？你别叫我猴哥，我一天玩800盘攀升，你跟我说猴能蓄力，我都不乐意理你。你都不是，你别叫我猴哥啊！以后我不是你猴哥。战争之道在于听见自己的心跳，知道你还活着。我先查个眼。不熟啊，不熟。出手要快，下手要狠。看看这船长，双 buff 是不想要了，我这一看。踩住 ，O O O， 扎 A 桶 ，A 桶扎平 A， 我将悔恨，再扎。葬在了墓中。这船长双 buff 我预定了，好吧。吃药，来踩住 O O， 扎点盐。双 buff。开心呐、啊，这双 buff。矛与盾，是众神。这船长不过来了吗？飞的，咻！踩住 ，O O 扎，递给我死，没暴击，打个眼先啊，看他还过不过来。没上线的给他打回家了。我的 BGM 呢？我看看啊。A 踩住。
吃药扎 A， 我死了，刷 buff 给剑圣。哎呀，剑圣啊，剑圣啊，剑圣！看来剑圣啊是不想好了。我们一会儿找到剑圣，剑圣四个人头，剑圣一百个人头，我也是他爸爸。我让他见到我一秒他就死，剑圣。没有什么怜悯和慈悲。看看有没有跳弹，跳下来，踩住 ，O O O 扎，没有机会，扎，突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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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突。扎！我会记住你，还会向天界高呼你的名字，成为传奇。赵信挂机了，赵信为啥挂机了呀？人的恶毒，就再也说不出甜言蜜语。走，找剑圣去，先插个针眼，假装往下走啊。这个视野消失那一瞬间是有视野的，我们假装往下走，其实我们往野区走了。无所谓敌人或盟友，剑圣在这里吧。往这走，往这走，往这走，往这走。来，先插个眼，看看剑圣往哪走啊？在这等一下呢。哦哦哦，扎 A，A 扎，平 A， 扎，扎 ，A 踩住 ，O O O 扎 A。小剑圣而已，回家。飞的，咻 ！O O O 扎 A， 突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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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突，再扎！你以为你能打得死我，小伙？来布点孩吧，这把逃避你犯下的错误。剑圣这波100%要去河蟹，找他去。BGM 开起来，把药吃了，加个移速，踩住 ，O O O 扎。A， 平 A 接扎，再 A， 再 A，A 接扎，扎一下，找到船长来吃药，扫描一下，这里没有眼，船长死，摁一下波浪键 ，BGM 开起来，踩住 ，O O O 扎，平 A，A 扎，我要拆一塔了。好炸，扎，再扎 ，A 一下，扎，踩住 A 一下，扎。赵信回来了啊！我就知道功夫不负有心人呐，
我只要把局势稳住，你信哥就一定能回来。所以攀登是我们必然的宿命。我没什么用啊。先把一塔拔了。哎，这女警肯定是死了啊。哎，救一下救一下救一下。咻。死。完了，你信哥三级，踩住扎，哎，行吧，行吧，行吧，战斗下去，力量意味着你的毁灭。别让我看见你啊！我看见你，我闪现了啊！挺猥琐呀！闪现！哎，我闪呢？我没闪现呀！啊，我没闪现，原来。我怎么会没闪现呢？我曾给自己寻找借口，又将他们。我操！我们家女警出暗行之爪！我是活久见了，我的。哦哦哦，扎 A， 我哎没扎到，这是发生了什么事啊？踩住扎 A， 突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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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扎 A， 好肉啊，剑圣！把一塔拔了吧。如果我们可以不再背负恐惧，一定还能走得更远。走，上去把这船长收拾了。哇！好大！小李来，踩住 A 扎。完了。我肚子疼了，哎呀，哎呦，肚子好疼啊啊，哎呀，我打幺二零了，这把打完上个厕所啊，于是我便开始又好了，又好了，好点了。我少说点话，不行啊，少说点话。
新的极限，而我仍旧一心前行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天际，不行，不行，不行！Has been slain. Rampage. Dominating. Shut down.
An enemy has been slain.我又回来了，没想到吧，小伙子们。呼吸，品尝空气。你可曾见过一个从天而降的长法？这把预言给大家留了啊，一会儿。我现在切出去给你们留了。快点打，打完我还得去一趟可能。翻过一座山，你就高过一座山。这件事情告诉我们什么？跟一个男的生活在一起有多么的重要。啊？是。身后有一座农场。不知道火炉上是否摆满目标。这跟孩子女的有什么关系啊？我就是去玩攀附，我会我就帮你打服。那你要玩个情侣，那这我肯定就可以帮你打。我的问题，我要选个琴女翻身就好了。这剑圣得杀一下，这剑圣啊，这剑圣。我看看啊，我们来点右装吧，来个反甲吧，打的剑圣或者是板甲也行。没打，我杀剑圣就行。打打打打打打打，他们家也就一个剑圣还行点，其他的都不太行。我能飞，我能飞，我能飞，我有飞。开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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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开开开开开，别怕，直接开。来剑圣踩住，哦哦，突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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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接扎，不就一个剑圣吗？他们家，其他人那不都是弟弟吗？有好使的吗？没有。那剑圣自己上来还说啥了？那不随便杀吗？这亚索在干什么？给我一波，兄弟们！拆塔，可以拆。哎，这别死啊！莫敢了，走，走走走走走走走，小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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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小龙才拿了一条，我天！只要会流血，就是我的手足。把小龙拿了呀！我们来个反甲，这样剑圣就没有办法杀我们了。是一条性命。最后再补一个春哥就可以了。我的头盔让我成为一名普通士兵。
这剑圣哪去了？啊！怕快了，怕慢点就好了。别着急啊，等剑圣的那个技能没了的啊，我们再杀他。哦哦哦，杀！你看，我还是他大哥。无论怎么样，我还是他大哥。再来！你潘森爸爸终归还是你爸爸。起飞！踩住！哦哦哦！扎！先 A 这个。我用你炸药桶，小伙子。好盾，先减速，减速到没有啊？嗯，这钩总不能中了吧？不太好上了，走吧，算了。我是长青的尖峰，百折不挠。这个位置啊，其实有点危险。那剑圣来了容易找我，你知道吗？我不一定能干得死的，我没有被动的话，这不行。我们先来个这个，最后咱再来一个秒表就 OK。不用十四等于零了，没有预言这一把。来下路，小心点，小心点，小心点！哎呦，这剑圣怎么回事？这剑圣，这剑圣，剑圣好像有点延迟啊！我这一个闪现踩住，哦哦哦，炸！越塔，可以越塔，我们现在越塔等于无敌。完了，挡歪了。哎，我本来想跟他中路对波狙的，得了。我看谁敢上啊！别让我殴到，我跟你说，谁也别让我殴到。走，上路，撤。剑圣活了啊！我可告诉你们，剑圣可活了，剑圣出来那可不一般了啊。没有什么怜悯，我发现这把我要挂机还真就赢不了，你们发现没？飞一手试一试啊！尝过神的恶意，就再也说不出甜言蜜语。踩住剑圣，哦哦哦，叮！杀！牙锁把我杀了，快点把牙锁杀了！哎，你点的盾可以。嗯。大龙小龙都可以拿，我们这一波是一换二，并且换了他们家最厉害的一个剑圣。换完以后，我们家对手肯定能打得过。剩下一个一六四，一个三六六，一个幺五七。打大龙可以。信哥很生气呀、啊，很生气呀、啊。事成之后，我就欣然赴死。大龙，
剑圣可不好野呀，兄弟们，这剑圣就得我杀了。先扫一下，看看剑圣搁哪啊？我们找到剑圣，等他补完这个兵，我们出去。欧欧欧扎 A， 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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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大爷，始终是你大爷。剩最后一路啊、哦！战争之道在于倾猜吧。知道还活着的拆中也可以，我们去拆中啊，我们有大招。快拆，我不行了，兄弟们。快踩，不赢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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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又开始了。刚才没完事儿，你知道吧？刚才整一半儿。放点什么？放点蓝莲汉粉丝的视频吧，给你们放点蓝莲汉粉丝的视频。我不行了，我得赶紧走了。你也没